101系列的烘箱使用方法。首先插电，打开电源，打开鼓风，按上下键调节温度，比如说调到80度，调好之后，门打开，把需要烘干的东西放到托架上，这个地方不能放东西，然后烘箱门关上。如果知道自己的烘烤时间的，可以设定保温时间，按住这个5到6秒，再按一下，这个就是设定保温时间的。比如说设定15分钟，按确定，好，退出就可以。